点到喽。嗯。这两个小朋友每天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坐在他们后院的玫瑰拱门下面，唱着他们最喜欢的玫瑰儿歌。早安，玫瑰花儿开，让大地变得精彩。玫瑰，玫瑰多可爱，让世界充满真爱。这两个小朋友啊，每天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乐，直到有一天，魔镜的碎片掉到了小凯的眼睛里。自从魔镜的碎片掉到了小凯的眼睛里之后，他开始变得喜欢恶作剧。把你整个给盖住，让你不能呼吸。